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皮诺康利 2.2 版本的一个合集攻略，支线迷城追赃物第三次。星穹铁道匹诺康尼 2.2 版本新增任务合集，狼之道中迷城追赃物小城，继任哈努战线，奔腾年代等醒来，在呼吸上升的一切必将会和太阳照常升起，然后在第八天。油桶了，过往的刀光。别忘了和伙伴们分享喜悦。有疼吧，过我的刀。Thank you.